508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二场赛事5番2000长途赛。好，一开闸508稍慢嘅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有黑衫嗰只上袍将王咧，响佢外边啊天长地久啦。咁啊最出嘅位置咧就幸运神区，咁啊埋边咧就系嗰只乘胜追击啊，好多层啦。咁啊戴面裤啡色衫嗰只咧有驾驶堂啦，响内栏时尚风格啦，马林中间咧咁啊裁欢笑，出边508走埋上去添。内栏大约尾五嘅位置系嗰只围线坠落啊，后边四只有唐痴豆啦，内栏尾三咧就摇前树啦。咁啊，暂时殿后两匹马咧，咁啊有呢只年利进宝啦，咁啊一路挫住佢，见阿柏宝啊包咗落尾嘅马咧，就系黄眼罩嗰只咧，就火天大友嚟噶。开始包对面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幸运神驹就放头，咁啊李尔达另一只咧就包咗落尾先啊，暂时啊。第二位嘅马咧就中二啊，咁啊第三位嘅马咁啊外边啊508走咗上去啦，内栏第四咧就乘胜追击啦，出边唐痴豆咧呢个时候发力走上去啦，睇翻前面先啊，唐痴豆已经系放咗出嚟跑啦，跟住第二位幸运神驹啦，咁啊外边用个508啦，中间粉红衫灰马第四位中二，内栏第五乘胜追击啊，再后边第六位粉红衫咧仲。有呢只咧就系咁啊，有天长地久啊！再后多少个马匹啦？就系呢只时尚风格啦，大面箍驾驶堂，大约跟住个第八九位到啦。后啲嘅马上袍将王啊，后边五只围线聚落啦，尾四内栏摇前树，尾三黄眼罩火天大有，尾二年利进宝啊，急剧堕退嗰只财欢笑话。好啦，入直路啦，唐痴豆搏走啦啦，咁啊接嚟咗大约两个新米入嚟嘅幸运神驹第二位，中间乘胜追击上紧嚟，再后边嘅马咧。咁啊，仲有呢只咧就中二啦，天长地久啦，外边追有摇前树围线聚落同埋火天大有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乘胜追击咧，已经系出咗嚟先啦，抛嚟一个身位，睇个姿态咧就越赢越远噶啦。唐痴豆中段发力咧走咗上嚟，结果咧就跑第二，第三名嘅马咧就摇前树，第四名系幸运神驹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有中段变就系一只。唐痴豆508都想跟佢走，但直路上面都唔敢骑啦，已经咁啊！结果呢场赛事乘胜追击霸到头段咧，大约内栏第四五位咧，直路上面见到伟达唔喺入边等，一二就移咗出去三搭望空，咁啊直路上面就抛甩咗只唐痴豆啦。唐痴豆嘅第二咧都掟得晒后边，追得最劲咧就摇前树，咁啊第四名幸运神驹啊！有气有力啊，伟达赢长途啦，咁啊呢只十号嘅乘胜追击最后大热门胜出啊，4.1倍啊，跑第二名六号嘅唐痴豆啊潘顿，第三名咧后边嘅见到咧冲紧上嚟七号马摇前树啊，咁啊攞第三、第四名13号嘅幸运神驹。咁啊伟达啊，用事实证明俾你睇啊，有气有力啊，骑长途都4.1倍啊，最后咧乘胜追击守住个靓位啊，移出嚟追一只咧中段发力啊潘顿都好醒啊，用呢招啊成日都系中长途赛事啊。
好啦，乘胜追击，咁啊41.5啊，独赢啊。系啦，伟达同埋用天鹏嘅组合啊，咁啊转咗马房去用天鹏马房之后啊，都赢翻场啦，乘胜追击。伟达啊，季内21头马啦。咁啊，跟住裁判笑，睇下系咪有啲事啊？见转弯到拉收停半，一路慢慢跑翻嚟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睇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咧就系10嘅乘胜追击啊，独赢派41.5，位置派17。跑第二名6嘅糖痴豆，位置派29。跑第三名7摇钱树，位置派65.5。连赢位6搭10派170.5。三重彩10号、6号、7号顺序派4324。单 T 派1094。位置 Q 6搭10派69。7搭10派127.5。6搭7派246。跑第四名系13嘅幸运神驹。3+1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啊，派22.5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6号、7号、10号、13号派4317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10号、6号、7号、13号顺序派70652。临尾落飞成为大热门啊！呢个乘胜追击啊，结果亦都发挥得好啦，伟达赢得到起步咁啊，508就慢咗啲啦。另外1、2档咧都有啲挤碰嘅，睇翻前边先啦噃。咁啊出咗嚟先咧就天长地久啦，出边幸运神驹咁啊入边一路约束住咧就上蒲将王啦，都阻到嗰只围线坠落嘅。贴栏就乘胜追击啦，咁啊跟住佢黄衫咧就时尚风格。出边咧马林中间咧啡色衫咧就系驾驶堂啦，开边咧就508嚟嘅。咁啊后边见到裁判笑已经比紧噶咯，莫雷拉啊，入边就沟呢个围线坠落啦。尾四就糖痴豆，咁啊尾三咧就系摇钱树，包尾一对咧幸运神驹嗰只火天大佑啊，同埋连利进宝啊，步速都算正常嘅。咁啊系第三段就偏慢咗少少啦，所以建立潘顿啦。又用时时精彩个招啦，咁啊中段走咗上去塞埋男子基带，咁啊都叫做顶翻个第二嘅。咁啊后边嗰堆咧，其实又冇咩人跟佢走啊。其实呢一招喺佢胯下都经常都使得出噶，咁啊反而都表现唔错。啊莫雷拉都执下嗰只裁判笑得嚟，都有啲事喺度落边，衣服都散散地啦已经。系啊，已经一路收埋，仲等到隔篱扣女嗰只围线坠落。咁啊，驾驶堂咁啊，继续都三跌，但系好明显跑唔出水准嘅。咁啊，火天大口都叫做喺转弯嗰度逐啲逐啲追翻上去噶，不过始终都第一次跑二千啦。加尾三上蒲将王，咁啊，最后咧红黑衫嗰只。冇啦，见佢早段抢完之后系咁斗口，咁啊斗完翻嚟都散晒啦。呢度打啦都冇乜啦，又系。其他圍線最耐好多意外啊！沿途起步冇啦，掟咗落去嘅啦，而家咁啊，兜到最出啊，搖錢樹翻阿沈拿成日耷低個頭咧，咁都又砌翻上嚟喎。啲四容賽都真係要耷低落。係啊，成日都3、4佢都唔理啊，耷低頭係咁又捽一路打，咁啊結果今場攞翻第三。好啦，咁第二场咧都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6搭10派69，7搭10派127.5，6搭7派246。组合独赢3+1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22.5。四连环6号、7号、10号、13号派4317。四重彩10号、6号、7号、13号顺序派70652。马宝派彩头关9号，尾关10号派176。头关9号，尾关6号，安慰奖派68。分段时间头段26.52，第二段24.95，第三段23.03，第四段23.63，末段23.97，总时间2分02.01。